近日，网上就已经曝光了一组关晓彤和牛俊峰拍摄时的路透。在这组路透曝光之后，很快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。看着照片中的关晓彤，依旧还是那么的光鲜亮丽，一身休闲服也掩盖不住优秀的身材比例。牛俊峰墨绿色外套搭配深色裤子，手上拿着一个摄像机，背着登山包，也是帅气十足。在剧中，关晓彤饰演的梁爽本身就是一位大美女，不光是颜值高，而且身材也都非常高，这一点可是跟关晓彤本人的条件十分符合。相信大家也都知道，最近《二十不惑》第二部也已经开机拍摄了。在这部作品中，关晓彤依旧回归拍摄，看到关晓彤出演《二十不惑》